这个司法都他们做的，是是哦，好林，他们两位啊，再来场布场地布置，今天气氛 OK 吗？可以，很棒，包括走廊整个这个氛围都是他们设计的，林柔、曹云，还有四位。剧组啊，我们那个今天用的餐盘，还有所有容器都是这一组在负责。尹哲、木材，还有木材。有些什么？有些名字在里面。好，再来摄影，是由嘉玉跟人为。就是他们，我们都自己拍照，所以省下很多的成本啊。再来就是物料，就是我们所有的 order 单啊，所有的物料，然后包括菜单，都是这几位在负责啊。韦恩、德伦跟仁伟，很辛苦。门口的正在做的，好，再来。我物品有收到。博伟去剧忘记了，翻一下。博伟，还有一个，其实我们做这个行业要赚钱，最重要是 cost， 对吧？财务也是很重要啊，所以我们欢迎玉文，还有郑启，好，在外场是。两样啊，牧尘啊，中午他女朋友有来啊，然后你们我们在负责所有定位的啊，这位也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主角，子宇。刚讲说他们可以开餐厅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可以开餐厅的，但是我想切勿止境，对吧？对，还不急，他们还要在业界去磨练啊，在五六年，他们未来都是前途光明，我相信，我敢保证，我的学生就是这么好。大家都觉得说，他们做厨房的没什么。其实我们做厨房的，我们一直很要求他们的态度，对客人的态度，而且我们在做这个料理，要present给客人的，你要怎么知道这道菜客人面前你会喜欢，客人会不喜欢，这个味道会不会让客人接受？这都是我们要去修炼的啊。所以这个技术。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完成的。那今天我们除了这几位以外，我们后面呢那些学弟学妹们，谢谢你们。因为有二年级，有一年级，那当然也有四年级的同学嘛，有几个四年级的，举手一下，这也是要毕业的。所以我们的教育是全程的，是有学长学弟制，就是，但是他们是非常的乐意的，他们像今天礼拜六礼拜天，他们是自愿来帮忙的，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教育是前方性的，不是像我当导师，我当主任常常被告，我叫学生打扫被告说我们在霸凌学生，打扫厨房而已。他们就来告我，我也不怕哈。这个行业本来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把今天我们的主厨应该有几句话会跟大家讲。回应。
今天很高兴大家可以来，非常特别多自己的好朋友，从国中、高中到大学同学都有来。对，然后因为今天是第二场，其实早上比较乱，那今天其实要很感谢 AD 老师，他亲自下来指导我们，然后让我们晚上的参会是比早上顺畅许多，也让各位课得到更好的品质。然后也要谢谢大家今天很辛苦，因为这几天其实同学都忙到11、12点，其实大家现在看上去都已经很累了，然后等一下他们还要准备明天最后一天的参会，这样。对，然后今天谢谢大家。